弄个小丑。没有调香师，二舅的话，难的。还得小偷他可以打骚扰。没刀的。直接给，让他等会儿直接扯就行了。打得太快我就保佣兵了。帮他取消操刀了，应该是没了。哎，不会吧，你这么早就踢啊？佣兵屁股都那么铁，不白给了吗？又不是扯不下来人。也死了，也不说一下哪来电机，要不你看看吧。操作交好了，应该是人皇。确实交好了。你看这样扯是怎么能会能被震慑的？惊了我都。
哎，应该走短板的。点了呀！这个还被抽了。接得开呀，你怕啥呀？他也没一刀。救人救不了的。哎呀，这个板子发的真的是慢了，我的天！停了，够了。有没有也能走？拖了时间足够长了。不亏不亏。小木屋是那个杰克，应该是他怎么丢了个无刃，插了个刀。好像是一点要嗝屁的样子。你这个十级刀往转到王吗？反正一个乌刃20秒足够了。给他一个鸟，杰克不敢出刀的，他自己也想贪，他打到鸟了，他就转大房了，拖二十秒够了。不敢前，前锋在那边。看这架势，杰克是贪汽油刀了。
他刚才挥了两刀剃了刀，也就是说前锋刚才转了两个弯，撞了，虽然白给了，梗秀不带是没什么用。我不救完，看磁铁救不救完。磁铁在呢。碰了一个不认，还打了一刀十几刀，啊被弹了一下，应该能活一阵子吧。只不过这把又要当机皇了。这反正是你修这么多台，然后你最后到最后他提了个一刀斩的找你来的，这种就心态有点小崩。这还打了个双刀嘞。起一台吧，他那电机也没修多少，调箱一台，重新起一台，够了。然后到那边重新补。总感觉多修了呀，人皇那台肯定是被守了的，他要么换个石头把机子踹了。肯定要是敢不敢捞，其实这波我受伤的亏啊，他打了个双刀就惊了我都。确定你救得下来吗？直接这边死，他第一脚能贪干嘛不贪，你总门还不要扣分。
怎么这么多小丑呢？一般几个就是小丑。还在那套路自己呢，我都上滑梯了，兄弟，还装了。节奏基本是炸掉了。我准备看乔乔就行了。他不会又来救我了吧？看这一脸闪现的样子，去不到。反正也没去掉，哎呀，这雷若真的是10%总能被抽。往哪带呢？往帐篷那边带吧，那边玩滑板。就到这边了也行。看调香师点 QD 速度快不快了，准不准了。那边技能一直没交，还不知道带的啥。你给他来一枪，来一枪再交，来一枪再交，交了呀。
瞅你妈爱哭鬼啊！声音应该是黑妹的声音，黑妹被锤了。没丢眼，应该是闪。刚才确实想看他一眼，算了，保佑命吧。上救，这黑妹点击啊，这种情况要把黑妹卖了的。快点在起点那边，怕赶不到。就站在椅子那边绕圈圈就完事了。空姐不带怀表的。再见了。打他！优秀！走，那我也走了，让他自己走低调吧。
这么多小丑，我惊了，我都。还没有推进器啊。我这台遗产，然后这边三连得破了，你们加油哦！我让我小木屋那个房间带啊，套房带也行，不过它有封装，没一刀。VIP 翻出去吧，翻出去吧，不追了，还有手机子，三连，不走是傻子。太惨了吧！不好呀！哎，好吧，救人去吧，不救那过半了。对啊，我们不补，那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补。哎呀，这三连不破是真的难受。应该又没弄一波残血，应该直接过来补笛子。还有枪，两个人保，没怀表。
子把敲死了，过来打他。我又不敢修，哎呀，全体白给。我干嘛不吃？真的吃三个闪。个大土王冒险家，刀子鬼。人都傻了，有吞阴气磁铁断不了狙，真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啊。技能没交，估计金身了。如果直接签的话，那就是金身。闪现了。真是人才，你们都是人才，好吧。
我不是很懂这个词典，还跑回去吃一个剧是什么意思？他都嫌自己不爱修机就不爱修机嘛，他非要回去吃一个剧，搞个剧要走了。自个儿加油，我溜了。刷分呐、啊，还打上问号呀？你不刷分你能干嘛呀？一直在鬼屋那边。显然劈歪了。中午的小丑，这个小就消耗级了，膨胀。带不带装潢的？带彩板的。
你是怎么能做到一个没推进去的 A 你一刀的？我人都傻了。这个更狠，拉都没拉进空箱了。还没有更秀一点呀？啊，再来几个优秀一点的，让我长长眼睛。一个没推进去 A 一刀，一个没推进去都能空枪，还死了。把口也卖了，正好把鸟给佣兵保一下嘛。赶紧把这三连破了，只能到收机子。一二中场，然后就小门，正好把人偷了。你这刷的也太明显了，老板兄弟。红姐的机子，你要是你这个，哎，这也可以，哎，取下插刀了，可以，这第三个优秀的。嗝屁了。
到铺子就走吧。应该晋升，闪现的话这人走。推进器啊！无所谓，我让你不挂人。封印啊！没二级狙无所谓的，白给。够了，不追了，找黑妹去。那肯定可以啊，这小丑没抓牛仔而已，你看他抓了牛仔那是什么故事。我没办法摸他了，带弹射的，你这有没用？不是你脑子有坑吗？还好他妹子抓牛仔。那真的是万事大吉了。这么好的节奏瞎搞，我在那保黑妹保的好好的，这边瞎搞，Yeah!
这边我消失了。传送了是什么意思？走吧，看磁铁能不能跳个地窖啊。还是走不了了，能赢的局硬是玩平了。追娃娃了，传送你没那个，你杀不死娃娃呀，你又没闪，你怎么杀嘛？你要不平追，要追一年，你自己选吧，追一年你节奏就没了。不过他那个踩板速度是真的快啊，这边娃娃应该没有了。哦，杀不到娃娃，杀本体来了。站着不动也行。叫我说，就我能溜，就队友我就感觉有，我反将下板了。光顾着看黑白去了，没看着板去的位置，位置没调好。你搞艺术呀？
守卫不了，他这个空刀恢复的太快了。小板子了，一下给扛了一刀。产机一大堆，凉了，我的妈耶！三台瞬间没了。他应该在小木屋。是吧，估计要成就鬼位了。给力哦，小木屋一来两个人都好追。底牌一刀，尽量等大房吧。那你自己不抽刀呢？你不抽刀，那我就给你屠了。还在那透露自己呢，我都已经溜了。再见啊，再见啊，你炸了，我给你跳个舞来。哎，走了，休息一圈。你又来了，你玩了一趟大房，结果又回来了。估计是放了，把自己的家产全部都放下来了。
基本上这蜘蛛是结束游戏了，刀没抽着，死也白给。即使舞女在那边送了他一刀，还被拖了很久时间。你看他能不能争个平了？你自个儿修啊，看看差多少，咱俩一起修。别点啦！天门去啦，在这边走猫步。真就不吐丝啊！还跑啥呀？直接点门去啊！你要的小门，那凉透了，别人都。这个空姐能不能走了？我先出去看一眼了。哎呀，玩了一个小时半，终于赢了一局。又还好像。真的是不让机子呀，佣兵都不让。药还没交。怎么被偷了？你还在这贪？哎，哦，可以可以。这个蜘蛛，你这不是该吗？你直接贴人手不就没事了吗？你这导致佣兵无伤救，限制还有鸟还在遛，这么远的距离跑射院了，才个板。
又来了，是不是真的贪？一台大房，补一台那个先知的遗产，结束。要么重新起一台，那边应该还有一台电机，不是两板一床，那边就是集装箱那边。哦，这是一台那个先知的遗产。看磁铁怎么选的，它是重新洗还是补？他想补，被锤了，存起吧我。又不收啊，你又想贪啊，那你白给了呀，那你只能平了呀。时间刚刚好，你开我开，你开呀你开呀，你怕啥呀？街道在哪来着？又没走了，就看我能不能走地窖了。应该是中场。快走，快走，兄弟！快点啊！慢了吧，终于又赢了一把。收一下中场，把这板子下了。我还要蹦一下，我再蹦回来。打鸟了。带小门去了，
看这个中场这个声音，总能听见一些奇奇怪怪的。两台应该够了。电机在四号，那等边我修完之后往那边靠。修一号吧，吐一个吃一刀就。但我修一号的话，二舅我得选，我救人吧，跟他发个消息。反正这把还也是一样卖先知，剩三个人走个地窖局。这个移速，走呀你！你看这样救人是怎么能真实的呢？完蛋！亮不亮不了，还不亮吗？你再不亮我没了呀。那吃力也救了，这把只能平了，赢不了。我想还得把它往哪带，往哪带感觉都不太好，我还想走个地窖呢。被我吃点吗？吸他呀，到此点。吓死了，我又要把游戏关了。这图还玩爱哭鬼的，
对，这个小家伙倒不会变身的嘛，是不是有什么有没有东西能让它变一下？应该宠物也有觉醒啊。我想把这个树拆了，但是没时间呢，太忙了呀。二级火。我去救吧，那个明明救不了的，二级我扯不下来，只有条纹师能救。那我感到我都他这家伙都凉了，算了吧，修机子，太远了。要往 PG 打的，这舞女肯定是嗝屁的。他们只需要起一台电梯就够了，不用多修，一台就够。可以亮了，那正好，等我休息点。来给喽！非常尴尬的呀，他没带那个恐慌啊，没带恐慌修得快呀。这话我说完了，那叫凉透了。没修完啊，人还没扯下来。
刷分。这波佣兵我都没修完，你就去贴什么意思？今天非要把这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带走。选一个嘛，你要么杀佣兵，要么我把钱支带走。走、哦。不走了，尽力了。哎呀，我头都大了，头大的跟那个水桶一样，一扎就炸。我都想带个怀表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我就是好事，这边接球吧。还吐、哦？鸟呢？优秀啊，前锋这波优秀啊。交了是吧？今天又是一个无情的修机机器。
找我呀！我刚从大厂那边，他应该知道我在哪呀。哇，医者是摸人是真的爽啊！真要当面摸吗？不太好吧。把丝踩了呀，这性质也是傻，你倒地也不去踩个丝。挂他亏，就是没人修机子而已。快点，快点，他要修机子啊，兄弟，亮！退回来干啥呀？厉害呀！现在在开门，我就戳箱子去。我不满血，我又是一条好汉。摸好呀，你上水啊？
可以。哎，不会这样吧？是，差点吓出来。开局心跳。不道德，不道德！哎呀！舒服了。抓我没有前途的，你应该去抓那个红，那个舞女。完了，还被抽到。这还能跳起来呢？板子直接下，都命不上救了。远离这台机子。又不怕砸了，差一台舞女的呀。不好，不好，兄弟！揍他！我撤了。接下来就没我的事了，哪里凉快我带哪去。被拖箱子去了，我这边我得消失，我一挂死，我不能在这就头铁的修电机。如果蜥蜴追我，我就没了。
钢丝舞者，再给个娃娃。发个信号，因为我起不压了，刚才蜥蜴没挂人，朝到我这边来了，三连跳，等会儿跳零。我今天不照瞎你的狗眼。杀你狗眼！可以，皮中能上分，这是最爽的，气势屠夫还能上分，我直接进龟。墙角了，他这是想杀空姐啊。他这是想杀佣兵啊，惊了我都。红牙机，好烫啊。没有用，没有用，狙不到，没有用。人还被偷了，没有用。哎，你狙不着。兄弟，人被偷了，人被偷了，还追。
真的狠啊！我天哪，这个人是真的狠的，我的妈！杀一个娃娃都到这种地步了。炸我也没用啊，我都没娃娃了。你信不信我还能，这是个二胎，然后这小丑我现在就炸，三二一，手机。哎呦！走了走了走了，大阴仗了，舒服。他这波崩就崩在，这追个娃娃，这这么上头。你开你开，我开不动啊。跑了，下一局。发个信号，大团有人了，现在有人在往大团跑。先知在修那那边一团，然后佣兵是在人皇，黑妹在海边被锤了，三个区域，一二三。我等会修完要往海边走，往这个方向走，去补黑妹的电机。然后佣兵那台他等会儿救完黑妹自己补。这是往大团带了吗？谁不死呀？那个黑妹的电机，现在趁加速赶紧走。完了，把四踩了。哎，你不追了，你不追不送活行为吗？
吃不亏，踩了一万个屎。抓我没用，两台电机已经在修了。我将安心的坐到大心脏起，只要这救命别搞得满血扯不下来一个调香师。给力哦！我四踩了，我四踩了，四全踩了。蛇皮走，把你带去小木屋。交替一下呀，跟先知交替一下，佣兵修，先知救，先知过来贴。哎哎。这佣兵手贱碰机子，把机子搞亮了。他以为没压好，摸了一下。这不是手贱是啥？哎，无所谓了，三跑了。进入传送门了，他如果传的是另外一边，估计就平了。小丑，巨版判定，刀子鬼，该你一个！没有用，没有用，你闪现拿刀呢，你就锤不死我了，没有用。闪现闪现，不要虚，千万不要虚，千金交的撞死他，撞他，优秀。然后臭虫就开始了，倒地修机子，舒服。这就是结实的好处啊，倒地还得修，所以我一般搬结实。你怎么不撞了呀？
这球拉的，修是挺修，但没什么卵用。白给吗？你又救不着。来来来来来，给你绕圈圈。哎哎哎，哦哟，出这么快，我的妈！看论结实的重要性，倒地了也得修机子。少部分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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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怎么这么平静啊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这演员呢？怪不得半天没得到刀，而且还带封装的，没张口，封装一刀。这都只剩一台了，他闪现一直憋着了呀，憋到现在才交，要么要拉距离，没机会闪。还打到尸体了，真是。
见。先知修机修到最后一无所有了。太惨了。哎呦，这家伙在，等一会儿，稍微一会儿，把他带走。等快点把他带走之后，我再偷一下机子。这个人是铁了心杀空姐啊。这边演员没在修机子啊，是被干扰了还是没修啊？哇，他跑了一大半圈，跑到双十一过来了。三个空姐闪现都没叫，又没鸟，你需要帮助也没用啊。受不了了，演员补我机子呀！哎呀，这个时候又没怀表了，哎，心情复杂。我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一带怀表就六鬼。不带怀表，哎，空姐救起来了，可以。不带怀表就要救人，死。
咱们两个修的可真的是人间极品，我要保他。你再坚持十二秒，兄弟，十二秒，就十二秒，就十二秒。你这边要重新派一个人过来救我。这把娃娃要死。他没看见好像。然后我点的铁屁股，不然直播他肯定就已经嗝屁了。你加油啊！我这个门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佣兵开了，不对，哦，开了，演员开门挺慢的，还好。该蜘蛛了，怎么这两个人同时发信息啊，又杀救人位了。给力啊，这枪交了还吃一刀呢，站的应该闪现了，真的抓空姐了。我得去修医院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先知到底会往哪走。我要是去了三连，他万一往三连来了；我要去石像，他万一来石像，修医院是最稳的。总不可能我修医院，他还跑医院过来了。发个信息先。打到尸体了，差一点过半。
他一台在哪呀？空姐那台吗？轮滑，或者三连。我救吧，我没怀表，都无所谓。这台差好多啊，果然是人皇，这边扣姐卖了。那就不着急了呀，既然又没倒了，就不着急。这重新骑一台，我就抽个箱子。三连电机，先置重新骑。还要挂佣兵呢，挂佣兵要去守机子。机子还被守了，刚才弄一波带怀表就好了。真的是有时候这。不带怀表，你用不上。带了怀表就六鬼，头都大了。快走，你别修。机子啊！真踹呀、啊！我日，厉害厉害，给力啊！跳，我要等他跳。真的不抽刀吗？不抽刀那个翅膀吗？
间，让队友走。应该是能走的，拼了拼了，下一局喽！哎呦，一到晋级赛就开始输，就开始就是断掉了，太惨了。又到了晋级赛了，哎，真的是非要用混子佣兵，他这个晋级赛才过得去。爱哭鬼，他是够种好吧，够种。这图打爱哭鬼，无脑跑大船完事。他是在抓空姐吗？要玩火了。注意看一下火的位置就好了。空姐要死喽！兄弟，走一下位，吃一刀都是好的，吃个火，神仙都救不了你了，差眼。丢两台，我那台丢不了，还被守住了。他不管乱用火的，等鸟结束他还有枪，直接跑大船，开一枪跑大船，有鸟保你是大船，再倒那我是真救不了你了。可以，他是在大船了。到这个架势，如果玩板的话，应该早就死。还好，还好，灵性的。如果他挂上人，我再来进行能量的话，应该是能当心脏。打陆地刀了，打吧，来，不敢打，卡你都。
能量吗？还不能量？我的妈呀，是多慢呀！点了吧，点了吧。等了半天，差的也太多了吧。给力哦，这你敢闪？走啊，兄弟们！我要走第一脚啊！其实我不知道第一脚在哪。这波空刀他就炸，空刀空刀空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爽。总真的是逼人玩混子佣兵了，真的不让你玩他就不让你晋级，太狗了。